那草变很长啊，来的话记得小心一点。哇，这里又积水。这也不是牧草，太硬了，因为他不喜欢吃。草变少了。多外劳的迹象，也有当地人的口味。还有床要飞，那上面有鸽子大便，那大便下来要闪一下，你要调查这边。饵料的话，鲫鱼饵哈，还有外加其他的。短标到饵料组，没有带到长标，哇塞，可以用那个短标来钓。仓哦，不要，仓五仓五仓，漂亮哦。还好啦，不会很大，那个门蛮一般的。喂，
哎呦，靠，原来是鲤鱼哦，不蟹壳哎，看来一些有都没有的，可以呆。好，看看。啊，有要求，真的很大，比较痛的嘞。可以呆了。Thank you.
公斤数啊，超级的凶。被撤退，今天的咬光就如上了。虽然没有带到长标、短标，还是很好玩的。好了，有机会再来吧。不过来这边垃圾记得带着，但是这个其实通道出来福州影响蛮大的。那有来的话，垃圾记得带走。哦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